啊，算了，吃不起就不吃吧。哎呀，这几点了？起床。今天周末，礼拜六，然后工资也发了，和几个朋友相约在一起去，买些吃的，然后自己去做一些美食。豆乳，那自己的毛豆腐嘛，这么做。怎么卖的？十三一斤。哎，这什么鱼？现在在朋友家附近的这个天涯石这个菜市场，哎呀，转了一圈，这个肉太贵了，真的吃不起，40多一斤。然后菜市场那个肉30多，看起来像注水肉，肉都发白。再到一会儿再到超市去看。现在我们到玉林的这个菜市场了，看我伸手。楼上全是卖菜的，楼下全是这些网红的美食，包括战旗包子。排骨怎么卖的？排骨30。34。34。哦，那肉呢？肉32。32。买哪些菜包？我再看看吧，就有点贵了。要买好多排骨，33嘛。大排小排都一样呗。哪种？你说的哪种？这个脊骨和的都一样。脊骨要便宜点啊！便宜哦，哎，这个多少钱一斤？28一斤。28。这好贵呀、啊，吃不起。肉是32，排骨34，最便宜的就是那个，他们叫脊骨，我们就是大排骨，20多，还有那个肘子28。这点收入啊！7000-8000块钱收入不吃起。哇，香肠64一斤，猪肉34一斤，51，那啥51？55。42，30。哇，35、34，差不多，跟菜市场差不多。肋排段那才40。啊，算了，吃不起就不吃吧。还有那么多，在四川有那么多好吃的，干嘛非得吃肉啊？不吃了。